好，我马上过去，我马上过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打响凌霄村才玄妙的名声。哈 ，boss 请吩咐。把车修好。修车。boss， 能够接到这样的任务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但是你一下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是啊。法力是用在重要的地方。哎。哦 ，boss， 你宁可拿来耍帅，也不愿意把车子弄好。有些话我不能说，说了就是泄露天机。有时候我给人财富。并不是奖励，反而是惩罚。我收人财富，有时候不是在贬责，反而是在小野出招。人也没多伟大，就跟你一样，也有自己的执着与业障。